La oscura.老师，搁多少肉？搁三十吧，要是搁肉嘛就，不让你买面，看中啊？不光买面。买面就是看配啥的，酱油面。酱油你一会儿晾你把布那东西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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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刚才长得比较好，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是83公斤，现在96了。哦，长胖了。吃得好吗？嗯，吃得好，每天活动啊什么。反正这个嘛，我过来差不多半年了吧，没去过任何景点。嗯。主要是体力，体力什么情况？你看得见，每天就活动啥，吃多少吃。排练也比较频繁，那最近在我那点补那个。